我是小叮当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今天来玩这个冰块莫吉托，颜值是不是超级高？一看就是夏天的味道，而且装它的这个罐子也超级的有质感。打开，哇，好多好多的小冰块，莫非它是一个声控仪？只是这样戳都超级解压了，这颜值是没得说啦，肥强的小星星，而且是马尔代夫的颜色，有好多小柠檬的点缀，看起来特别的清凉，手感也特别棒，简单拉伸都有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而且居然有金属光泽，超级多的小冰块，摸起来感觉就像给手指在按摩。哇，这声音也太炸耳了吧，起泡量也是非常奶丝啦，感觉这样捏一天都玩不够。哦，忘了说，它是蛋蛋家的冰块莫吉托，价格是32.9元。这个谜你们能打几分呢？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每天带你测评好玩的，下期见，拜拜。